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卖狗不报价，生意做不大。一个浙江杭州的粉丝啊，让我帮他买一只5到600的泰迪。5到600没有选择性啊，基本上太多了哈，5、600的泰迪太多了，只要不要求品相，基本上能给你买很多很多。泰迪其实并没那么贵啊，只要品相好的，体型稍微小一点的，就价格高一些啊，颜色就是爆红的贵一点，其他的就选择性太多了啊。走，咱今天现在就去逛一逛去啊，走，来看一下啊，咱今天来挑战一下5、600块钱买一只泰迪啊，来看这只啊，这是花泰迪啊，咱问问那个姐姐啊，哎姐呀，这个多少钱？2600，那太贵了，咱那也贵白花的啊，挑个5、600的上哪挑去？你包里那一个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？8000。公的母的？母的。几岁了？7岁，1岁。一岁多，牙结石多厉害了？那是结石，牙结石啊，那个是8000哈，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单聊。看这边的灰泰迪哈，你这边灰泰迪是上价去了？哪个玩具皮啊？这个白色，这是2800的哈，有便宜的吧？这个，这是黑色的，这个几百？那个700。这700啊，这一个，这个是700，来看，这是灰色的，这个多少钱？有1800块钱的吧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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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总共2000多，我咋卖呀？还有2800、2400。我个人都不太喜欢卖这些小型犬，还难养，价格还贵。看这样的红泰迪这样的5、600块钱能搞定，但是有点小，我怕发给粉丝有点不太好养活。哎，咱再去逛一逛去啊。这边泰迪啊，应该是得3个多月了啊。我问这个老板泰迪，这个泰迪多少钱啊？这一个？这个1000，菲尔的，这个是，但是嘴巴太尖了。这个呢？多少呀？1200。我也不墨迹了，500块钱能拿不着个？给那个。500，太小。太小了，这个500能拿不？这个，这个不能拿。这个最少多少钱？这个最少得1000。行，再1300块钱了。那也不能那么贵呀。爆红的，咱这爆红小体，一秒去搞300块钱。几个月了还小体？这个体型啊，哎，行，这样来都400是吧？500、400也能拿哈，咱再去逛一逛去啊。这边有阿拉斯加、飞桃，棕色的哈都有。这边有边牧啊，看看陨石边牧啊，陨石边牧价格比较贵啊。这边还有一只小腊肠犬，看这腊肠抓老鼠特别厉害，肚子吃的挺鼓的哈。看看没精神了，我估计肚子里面有虫子哈。还有松狮犬。那这几家的狗狗又贵，也别问了，这么弄也得2000-3000。这边都是狗粪啊。这个泰迪啥价？这个1300。姐嘞，能拿不？直接拿走，不墨迹。我墨迹也不能给你。那最少多少钱？那个？啊。这个最少多少钱？最低。啊，哎呦，还小狗嘞，这得6、7个月了，对。最少多少钱？那个最少1000。行，你慢慢的买，我得去逛逛去。看这边有成年的比熊啊，成年的比熊灰泰迪，这个啥价？老板4800。谁给你的勇气啊？谁给你勇气卖4800？还没给你要8000嘞。要得给你啊，小狗啊。4000，这个最少多少钱？这个小体的啊，确实是小体的。这最少多少钱？实实在在的，
啊？这是公的呀？这个最少多少钱？你说？对呀、啊，你让2000行吗？我让你4000多好。你让我4000我也不要了。最少多少钱？你实实在在的，你想卖不？要有4000块钱。4000块钱卖着，还能再往下码钱吗？不能都放那吧？这边有巨贵哈，巨贵，那个是啥锅？雪纳瑞，跟西高地长得怪像的。雪纳瑞上拍这个，这个雪纳瑞多少钱？3000。3000，你那不要6000呀？你慢慢要去吧。我是来抬杠的，不是来买狗的。我感觉你要太贵了，知道吧？实际上，你那个狗得卖10000，这个狗得卖6万，知道吧？多要点，给打麻将的要去呗，几万的。咱再接着看哈，这边，这是叫花泰迪哈。老板，这个几百？这个几百？1500。这个老板好像只识1200的数啊，其他不识了啊。咱再接着逛啊。好像这个老板就认1200，其他都不认，不知道啊。这边有边牧啊，边牧染色了，一看看出来了。咱还是这边的小泰迪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几百的，老板？几百？700。这个是母的哈，这个颜色，这个不太好看，感觉褪色了。这个给人都串的这个。你过来，这头戴天空的。头顶戴天空。你摸摸。男有男尾样，也是母的哈，嘴巴哪有这样的，串了，粗口串。给我找个500的泰迪，我不要小的，就这样的。这个是多少钱的？这1000。什么1000？涨了1000。嗯。打几的疫苗了？疫苗7000。这个能少不？这个？这能少。还有吗？就这2条了。那狗母的，要卖了，2个母。2个母的哈，我看看。这两个，这个好看一点。美女，这个500行吗？快500了，800。500行吗？不行，这800都给你最好的了。这样的多少钱？这小的？这小的要价800。卖多少钱？这个卖500，你拿走吧。这太小，这个不好养。这小的，我那500块钱，我能卖，现在能卖1车屁。你说这个还好看，这个最少多少钱？再让你100吧，700块钱。你再让点吧，行吗？再让我拿了。这最低了。再让我拿了，其他家我也不看了。这最低了，不能再少了，少不卖了。再让一口，再让点吧。六百六。啥660啊？人家不550啊？我再给你加50，550行吗？不卖。行了，这个。放地上跑跑行吗？你再加点，我再薅点。你的意思是600都收了？疫苗做齐了哈，胆子有点小啊，咱拿还上来。你这样吧，我也不墨迹了，咱600块钱，天这么热，我还得回家。不加了，一瓶不加了，你要觉得轻松就行，行吗？拿走你走，你帮我送那个投影过去吧，就那个沙发客。来关注一下，咱马上就拿走了哈。逛了一圈啊，这些市场上这些狗基本上都这样价格哈，泰迪400-500都有，500-600、700-800都有。来放这边吧。来关注一下，那个大点的笼子哈，放放水。就一只吗？就一只，你还想让我卖几只？来关注一下啊。